讲到我们生存环境跟我们贴得最近的是社会，社会环境。那么社会环境的环保，我们要如何去净化这个社会，让我们能够做到社会的环保，请大师给我们开示。从心灵的环保，重视身体的环保，还重视人际间的社会的环保。我在台湾建了一个寺庙，叫做福山寺，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呢，现在也快要建好了。我在想，不要叫福山寺，要替它改名字，因为那个寺庙啊，都是信徒天天去回收那个资源垃圾啊，回收啊，资源回收，收了好多好多的，再去卖给人家，废物利用，赚一点钱。哦，几辈的人在那里做这个工作，十几年来了，建了一个很大的寺院，这个寺院应该叫做环保寺。比富山寺更好。那么多的人呢，每天与这个垃圾无为为伍啊，他心里很清净啊，他也让整个的社会啊，这个对了，去除垢味啊，呈现一个干净的净土啊。所以我们做社会的环保，向大家互相的尊敬，互相赞美，互相问候，这就是社会环保。西方人很功利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旅行在西方，他们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大家一见面 Hello how are you 我们香港难道不可以吗？所以我们香港啊，应该有一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来往，大家见了面呢，今后太广东话，早上，早上啊，这个很好听的，很美的话，互相的助一臂之力，这个也很好，就互相帮助了。今天下午啊，我们从上海有一个法师叫妙世法师到香港来，哎呦，他说香港很好啊。我说怎么很好？他说我下了飞机以后啊，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你那个打狗打寄给我打一下好吗？他说是手机电话了，哦，就寄给他。他说大概他讲了30秒，不到一分钟啊，他给我100块美金。哎，他说香港人这么好啊。也不一定要100块美金好啊，香港像这个什么竹山，木盖，陶仔，都很好的呀。总之一句，这个关心别人，爱别人，尊敬别人，会造成带动这个社会，带动我们的人生，叫做好可爱啊。